本节目是由活力生活电视购物网与黑旋风所赞助提供。还在为食物的保存而感到烦恼吗？发霉的面包、烂掉的水果、走味的乳酪，实在恶心。用过所有的保鲜方法却一点都没有用，锡箔纸、保鲜膜、保鲜盒、真空袋，甚至是冷冻袋，辛苦去买花了大笔金钱的食物，最后却全都进了垃圾桶。再也不用了，向您介绍轰动全世界唯一触控式的黑旋风真空保鲜收纳箱。有了它，任何的面包、点心、蔬果、酱料，甚至是3C 产品都能够新鲜完好。触控式的按钮操作简便，强力的真空马达一分钟就能把空气吸得精光，保鲜时间却是传统方法的5倍以上。内建全天候自动真空感应器，会随时自动感应、自动开启，备用电池永不断电，还可以在野餐旅行时使用，让您走到哪儿新鲜到哪儿。真空保鲜技术还可以防止任何的果蝇、蟑螂等病原传染。2公升超大容量，适用于各种家庭，只要放进食物，锁上盖子，按下开关，黑旋风就能帮您锁住水分，锁住新鲜，更能够锁住营养与健康。黑旋风保证让您万事都新鲜，我很放心，因为我知道放在黑旋风保鲜箱里面的食物就会跟买来的那天一样新鲜。如果你不想每天跑市场，不想把食物给丢掉，那您一定要用黑旋风真空保鲜收纳箱。现在就欢迎购物专家戴拉以及国际名厨汤姆杰伯瑞告诉我们如何做好食物保鲜，储存的时间可延长到5倍。嗨，大家好，我是戴拉。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国际知名主厨和料理专家汤姆杰伯瑞。汤姆，欢迎你。你好，戴拉，谢谢你的邀请。你知道做菜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最新鲜的食材，所谓的食物和软趴趴的蔬菜是做不出好料理的。那么介绍您食物保鲜的秘密武器，就是这台黑旋风触控式真空保鲜收纳箱。它利用全自动真空保鲜与密封科技，让食物保鲜的时间是传统保存方式的5倍以上哦。你黑旋风真空保鲜箱使用非常简单，把苹果、丹麦酥饼、美味的甜甜圈、巧克力还有可颂面包放进去，然后锁好盖子，按下按钮，超强的真空马达，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把空气全部都吸光光了。哇，这么简单、啊、没错，真空保鲜箱有内建的全天候专利自动感应器，只要侦测到空气压力增加，就会自动启动真空马达，市面上其他的保鲜产品是完全做不到的。太棒了，所以只要按下按钮，你就可以安心的离开厨房了。所有食物的美味都会原汁原味保留下来，和刚买的时候一样那么新鲜哦。也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每天去买菜了。完全正确。使用黑旋风以前呢，我常常都要担心食品的卫生问题，比方说常见的蟑螂、果蝇，甚至是老鼠。有了黑旋风真空保鲜箱之后，省时省事，新鲜又健康。哦，黑旋风真空保鲜箱真的可以让水果、蔬菜、乳酪、面包、饼干都能长保新鲜美味。你看看这黑麦面包在里面已经放了一个星期了，可是它还是这么软。要不是黑旋风，早就像石头一样。汤姆，我们来和一般的面包收纳盒做个比较好不好？请把那块面包拿出来。好的，你看啊，这面包才放了一天，但是呢已经变硬了。面包会变硬，那是因为它跟空气直接接触了，让它变得不新鲜。我一个星期要买3次面包。从前我也一样啊，现在有了黑旋风真空保鲜箱专利的保鲜密封技术，即使是一个礼拜的面包都可以保持像刚买的时候一样鲜嫩。没错，我再也不用担心刚买的新鲜面包会变硬或是发霉，真是太棒了。我们家吃的都是健康的有机食品，我最爱的是用新鲜谷物和种子做的有机面包了，可是它常常2-3天就坏了。自从用了黑旋风真空保鲜箱，即使是一个星期，它还是非常的鲜嫩好吃。黑旋风真的是太神奇了，只要几秒钟的时间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风行全球，销售量已达好几百万组。它有多棒，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好啊，我把真空保鲜箱装满棉花糖，里面有60几颗哦。绿灯亮，表示已经真空密封了。我要解除真空，请仔细看棉花糖的变化。哇哦，每颗抽成真空的棉花糖好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缩小起来了。黑旋风真空保鲜箱操作简单，我非常的满意，因为我是科技白痴。新的科技产品我都不会用，黑旋风呢，它不但操作简便，效果更是一级棒。只要打开盖子放进去，盖起来按下按钮，真是太棒了。
来，给你。我最喜欢用水果当早餐了。我也是。这是我昨天切好的水果，看起来很棒吧？是啊，很好吃的样子，颜色很鲜艳。没错，可是这里有一盘同样的水果，以传统的方式保存，用保鲜膜包着放在冰箱里，不到一个晚上就全变了样。哇，香蕉变黑了，苹果变黄了，西瓜不新鲜了，看了都不会想吃。这些本来新鲜又有益健康的水果，就是因为保存方式不同而损失了大部分的营养价值。从今天起，你再也不用丢掉一堆食物了，而且让你吃得更营养、更新鲜、更卫生。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食品营养专家凯特来发表他的看法。食物中最好的维生素来源就是新鲜的水果还有蔬菜，但是要保持蔬果的长期新鲜度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还有我的病人都是用黑旋风保鲜箱，它可以保持真空，让食物在最佳的环境下而不会腐败。黑旋风真空保鲜收纳箱，只要你使用了它呢，水果跟蔬菜就可以被锁住新鲜，锁住营养，让您永远健康美丽。它是我食物保鲜的最佳秘密武器。还记得这个商品吧？是啊，真空密封机，我从前也用过这种机器啊。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使用它，它既笨重而且又不好操作。没错，我每次都把袋子弄破，里面的汤汁就会溢出来，更糟糕的是啊，食物都会坏掉了。而且它的体积庞大，放在厨房里好占空间哦。东西拿出来的时候要把袋子割破，剩下的呢又得重新密封。但是黑旋风操作简便，是全球唯一的触控式真空保鲜箱，你只要轻轻地按下按钮，强力的真空马达与密封科技效果一级棒。我们现在呢就来做一个实验，来证明它有多好用。用气压计来测量老式真空密封机和真空保鲜箱里的气压，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的，老式密封机的气压是3812，现在再来看看真空保鲜箱它的表现如何。好啊，你看黑旋风的强力马达把空气吸个精光，你只要看到这个机器绿灯亮了，那就表示保鲜箱里已经变成了真空环境。好，气压计的读数是5020。哇，力道有够强，我一定要去买啊。黑旋风真空保鲜收纳箱的魅力就是这么强，现在正在席卷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想买。环保省钱便利，让食物保鲜期达到5倍。真空保鲜箱，蔬菜更新鲜，面包更好吃，水果新鲜又多汁。专利的真空感应器会随时自动侦测，自动把空气吸出去。放在橱柜里，黑旋风不但可以保鲜，更是美观又大方。另外，您还可以使用干电池，拔掉插头，备用的电池就能发挥作用，所以走到哪里都可以新鲜到哪儿。现在就算是到户外野餐，您都可以随时准备好新鲜美味的点心。黑旋风是保持食物新鲜美味、卫生健康最有效的方法。别转台，你马上就会知道如何购买黑旋风真空保鲜收纳箱，外加超值的赠品。喜欢烤鱼、烤肉、卤味的朋友可要特别注意这项功能哦。这些料理很花时间的，因为肉类跟卤味要腌得入味，至少要3个小时，对不对？没错。现在啊，再也不用了，有了真空保鲜箱，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腌制完成哦。超强的真空马达，不管是什么肉放进真空保鲜箱，水分子就会被吸到表面，所有的气孔都会张开，所有的酱料都能够快速吸收，不管是什么料理都可以色香味俱全。那太省时间了。没错，牛肉、猪肉、鸡肉、羊肉全都变得美味更鲜嫩了。有了真空保鲜箱，所有的料理保证风味十足，因为又快又方便，只要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让宾客对你的手艺赞叹不已。连我是厨师都好想试试看。大家都看到了，真空保鲜箱是保存生鲜食品最好的工具，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啊，它用来存放干货也很好用哦。太好了，这里有什么东西呢？新鲜研磨的咖啡，在平常室温下能保存4星期，黑旋风保鲜箱可以保存16个月。哇，米、糖、面粉，一般的保存时间是6个月，黑旋风可以保存1到2年呢。哇，坚果类的保存期限也可以提高4到5倍哦，平常只有半年的期限，而在黑旋风里可以保存长达2年，再也不用丢食物浪费钱了。好，各位已经看到了食物的保存期限能够从几天延长到几个星期，黑旋风保鲜收纳箱用途非常的多，让您省钱省时，卫生健康，新鲜又环保，再也不用浪费时间浪费食物，现在就来电订购，每个家庭一定要拥有它。还在为食物的保存而感